给他做红烧鱼。红烧鱼啊？嗯。上菜大料。这大料值100块钱。三点八角，麻辣味的。加上豆白酱。加点忘情粉啊。来点白糖，来点蚝油，喂他们，来点盐，来，在这个鱼摆上，咱搞一个摆好了，哎，摆的整齐的，回来盛鱼的火车。上咱烟嘴根儿，现在都长烟嘴啊！哎，四个八的锅好加，麻辣鱼开始盛菜啊！